凌云，我来到武当山，我就是一直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一个东西，哎，就是说你们这个武当山的轻功，轻功踢云纵，哎，是不是这个真的？然后像武侠小说一样，这个踢云纵啊，它被我们四人称为叫轻功。最早啊，它是在调动在山上生活啊。他有遇到一些道路的障碍、山石，他进行一个攀爬跳跃，形成了一种功法是我们常必备的一种生存技能这样身体这种轻盈是被外人称为轻功因为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生存，然后就是生活之中就必备的一种技能，没错那今天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概2米的这个墙，你能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做一个展示吗？可以，我试试。可以啊，好，那安全第一啊。好的，好吧，我看一下。哇，真的特别的轻盈啊，我感觉。你也来试试玩一下。哦，那我试一下。我给自己鼓励一下，我感受一下啊。别跳过了啊。好，一二，呀。拉我一把！好！哇！我这也算成功了吧？耶！